你站起来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没放你们走吗？我们之间的事还没有结束。拔剑，谁输了，谁就彻底忘记啊！来啊！住手吧！凭你杀不了我，放屁！这么做值得吗？我他可是你的杀父仇人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爱他。不要他死，好个浪漫的舍命救爱人啊！不过你们三个人命就在今天了。小心阿狗，我等这一天等好久了，老早就想篡你这懦弱船长的位。如今你受了伤，杀了你，我就可以当船长。兄弟们，上！小心，船长！等等，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社长，是我的传家之宝。果然，是阿狗杀了你的父母。现在阿狗死了，你的仇也算报。那我们以后该怎么办？回你的故乡去看星星吧。是一段你
现在我也想许一个愿。什么愿？想一个愿。